所以你不会教啊，就别瞎教。方法很重要。孩子一点点长大了，家里看着就没高兴。他喜欢男孩，对吧？是的。他重男轻女，有点陈旧。孩子满地跑了，还给穿开裆裤。为什么？让人看见了。我们家男孩，哎，对对对，就跟奸章一样，臭不要脸。家里边孩子光着屁股满屋跑，他躺沙发上看电视。啊，过来，坐爸腿上。好逗孩子。哎，大小伙子还光着屁股满处跑，啊？为什么光着屁股啊？我拉完屎，妈妈还没给擦屁股。嚯！走，滚滚滚！我得洗一个去。所以别轻易把孩子抱腿上来，不知道有什么危险。所以我就觉得他的人生特别美丽，特别幸福。我比他呢就差得远。您挺好的。我到现在为止都没交上女朋友。哎，就你刚才有反对意见，怎么你们遭过迫害啊？来，来，咱组织
十一回排好队啊，一人就尝一口。您要这样的话，我走了。你都说你做饭好吃吗？把门关上，你看见门开着了吗？都懵逼了。哎呀，你说这怎么不分手？是。后来还有女朋友特别合适，俩人特聊得来。那不就挺好？聊得来，但玩不到一块儿去。哟，这怎么回事？玩不到一块儿去。他爱玩，我玩不了。他喜欢游泳，我游不了泳。我怕水。哎呦，我一看这水我就哆嗦。您这叫狂犬病。还叫狂犬？这是医学的。你狂犬病，你们全家都狂，你们全小区都狂犬病。我游不了泳，我怕水。他老约我去，而且我连泳裤都没有。我连泳裤都没有。没有，您不会买呀？这泳为了爱情，我喝着去了买。街边有卖劣质大红泳裤，还劣质大红泳裤。完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啊，反正你穿一条，什么都能看得见。纱布啊！你这说话太损了。那泳裤能跟纱布一样？哪有纱布厚？哦，嚯！反正基本都能看得见，但是便宜哦，一块钱五条。那划算。来五条劣质大红泳裤都穿上。都穿上就能打上，干嘛还这么无趣？都穿上就够厚了，那就跟口罩似的。对，一层一层的。L，XL，XXL。我说你买这么多号，你都穿俩？废话，一个号套进去。他得套着游去，到这一看坏了。怎么了？他不是游泳，干嘛呀？泡温泉。哎呦，多舒服！舒服个屁呀！那游泳跟泡温泉一样，那游泳水是凉的。那泡温泉水是热的，好吗？我这五条劣质的大红泳裤，一下池子开线，咱就不说了，掉色呀，一池子红汤啊！我女朋友都傻了，你大姨夫来了。健康快乐，这个大伙爱听的咱们再说点。确实刘云天的说
幸福的太太，多少娶了一个好媳妇。嫂子，我刚才说什么？连大瓜子眼那都是开玩笑，那都是开玩笑。我想看看那个人对他没得说，对他是你每一个好人就这么个好法。但是你说这人就没缺点，有小缺点，关键毛发太重。毛发太重，青虚虚的嘴巴，连鬓的络腮胡子，两把抓不透的护心毛，两把抓不透的护心毛。你等会儿，这有没有咱不说，你怎么瞧见这儿？他穿衣服的啊，就咱就穿我这衣服，就比如我这衣服，然后这儿滋着毛，我媳妇跟笤帚似的，不是跟笤帚似的，你倒过来就能扫地似的，这还加上头发，脚齐了扫地似的，绑上拿铁丝绑上，他不是说圆脸在圆脸在滋着跟笤帚，微脸大微脸大深微，你是大微脸。起来啊！